Yo, I'm back。对，这个在 YouTube 上失踪了多个月的 girl 白冰莎回来了，这应该是我在 YouTube 上消失过最长的一段时间，快半年。身边有好多人都在问我最近怎么样了，为什么没有拍 YouTube 了，我去哪里了。 OK, why not, 先让我们进入我近期的 Life Update, 再跟大家一起聊聊吧。Okay, let's talk about 我这四个月为什么没有更新 YouTube。 五个月 I don't care。 Okay, 反正就是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也是在 YouTube 上面，因为我的其他 social media 还有在更新啊，就是我的 Instagram 还有我的小红书，我的 Facebook 佛系更新。这一次应该是有史以来我在 YouTube 上面放假最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你们也知道，不管做什么东西，人生的热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就是放了一个假，给自己找回一下自己的热情，就是松弛一下，不要这样感觉。所以前段时间呢，我就比较 focus on Instagram 还有小红书还有其他比较轻松没有这样长 content 的平台啦。然后就在这段期间宣传一下哦， YouTube 接下来想要带给大家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这几个月呢，就有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运动，好好的感受生活，体验一下生活。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最近刷到很有趣的测验，就是这个 Wheel of Life。 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Wheel, 然后分了10个 categories, 你就可以根据你的现状在这些 categories 以1到10分打分。So 这个就是我的分数。 okay, 这个是我的答案。哒哒 Family, 我最近比较少见到我的家人， So I'll give it like 3. Friend,我最近蛮常见到我的朋友，但是我没有去交新的朋友，所以我 give it 6. So 8分，因为最近我有看蛮多就是书籍，然后也是觉得有 heal 到我的 soul. Body 8，因为我运动了。 OK, 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可以 share 我看到的那个 post 在 comment 啦，如果你们要的话，你们可以 comment 跟我讲，然后可以 share 给你们。非常的成熟，有点不像我平时的穿搭。OK, 然后我现在要去上课了。希望今天不会迟到。走吧，我就不到。这还有蒜吗？不要蒜了，不要。
谢。一个 free cheese， 买一个 truffle cheese， 还有 olive。一个 free cheese， it's not for sales， it's a truffle cheese。打泡吗？Oh my god, look at this!有时间来 unbox 我最近收到的包裹，很特别，它是新做的，一个化妆水和一个粉刺。他们送了他们的 new product 给我。巴巴拉巴拉巴巴。Moisturizing fresh cream， 这是我自己买的。哒哒哒。什么呢？一个卡包，超级好看。我想要买卡包很久了，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带 cash 出门的，然后我是带卡出门包。然后我的 bag U 有几个，我就是每次换 bag 的时候，就是很难找我的卡。在上一个 vlog 是拍到我不见我的卡。我再给你们 share 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好像是。日本吗？还是哪里有一个传说，就是你如果把猫的胡须放在钱包里面，就是可以招财。所以你们看，我收集了这么多的猫的胡须，我没有拔。我每次都可以在我这个沙发上面收集到很多它们的胡须，因为它们很喜欢在上面睡觉。我让它们住进去我的卡包里面了。我不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但是。讲到钱这种东西哦，哎，你们不要听到我这样子讲就去拔毛的胡须，这个是剪刀的才有效果，拔人的效果。嗯，嘿耶，嘿耶。
看他的胡须好多，是不是你每天掉胡须？嗯，金宝，走开，要等下洗个，走开，金宝。的金宝，哎呦，金宝，金宝，看这里，它好像要咬我，你看那肚子，哎呦，这谁的肥肉来的？哎呀，长得就是一副很坏的样子，摸一下。摸一下，哎呀，跟我打架，这是谁？啊？谁来的？还在看他自己，好逗啊！谁来的？啊？这个臭毛毛还打人呢？你看，哪一个臭毛毛打人？你看到你刚才是怎么样对妈咪啊？你好意思吗？看到很认真。喂，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去动它、啊。啊！哎嘿嘿嘿嘿嘿嘿，倒不必这么自恋。它是这个吗？我们在找这个植物，在不知道哎，这是毛茸茸的。想要养这个。你要看吗？不奇怪呀、啊，把太甜了，太甜了。这个下次，这个下次。这是细巴细小线，偷偷分享一下我私藏的咖啡厅，我是真的很喜欢他们这里的味，我几乎是每一个星期都会来这里chill一下。OK， 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呢，首先我要谢谢你们在我消失了这么久之后呢，还来看我的影片，然后谢谢大家这阵子对我的关心。那接下来呢，我还会持续更新，分享一些我的生活，给大家带来一些娱乐啦。